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和标准。有人认为把罪恶的人绳之于法就是正义，有人却认为以牙还牙，让罪犯受到相等于罪行的痛苦才是正义所为。我是不会放过。是非对错，在这复杂的世界里，本来就难以清楚划分。谁又能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？你相信正义吗？破戒拿出，继宝贝妇女兵后，周一至五晚上9:08频道。